好啊！他们干嘛？他们把人家下的网给捞了，我们也找网去。找这个，找这个。你给他倒出来，倒出来。赵老师，你看，我的天，你是多想不做俯卧撑。来一次，快点，快点。咱们是找到虾窝了。对。一，哇，大了。来，哎呦，真的是虾满餐呢。哇哦，太棒了！哇，掉出来了！哇哇哇，太爽了！哎呀呀呀呀，这种节目应该多录一些吧？对，真的，我觉得很舒服啊。这个是至今为止录的最爽的一期，最开心的一次。一二三，走！哇哇哇，哇！太多了，已经带不动了，太重了。对呀，放船上，放船上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哇哦！足够了，行啊，哦，你是多想不做俯卧撑？亮哥，你们咋了？这是我被他们抢了。反正我只知道还有半个小时，这一轮就结束了。没问题。赵老师已经两筐了，亮哥，你抓不到你就抢吧。哎呀，我们能来吗？我们肯定不能来啊！啊，救命啊！啊，听着。救命啊！老林在我们的手上，哈哈，你们的师傅值不值一箱虾？他们是把林大厨劫持了吗？对，虾拿过来。你抓不到你就抢吧。哎呀，我们能来吗？我们肯定不能来啊。林哥，我们两个就把你扣下，能不能换一箱小龙虾吧？你要这么说，我拿盒子啊？你这全部拿去是吧？是。哎，你们的师傅值不值一箱虾？两只。You what？ 两只不能再多了，亮哥。就两只，我都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吓我吧。好，给。就给两只吗你？两只。哎呀哈！我给你们30秒考虑时间啊！不用了，3、2、1，就两只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就让他们输。现在我们一个小时时间到了，然后我们来验收一下结果。来来来，兄弟们上船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小林哥，哎，你还往这边站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林哥上那边的，来，林老师，哎呀，我们不着急，老师，你现在我的眼前就是两只小龙虾的分量。你这期危险哦。哎，他危不危险？可是我们姐姐说的算哦。那倒也是。加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刚刚一个小时呢，大家是玩的非常的尽兴啊，可以看得到现在两队呢，这个虾的数量和质量就像他们脸上的表情一样，这一队容光焕发，意气风发，这一队强颜欢笑。